哇塞，你有三个布丁哦！那你在阿弥陀佛吃饭饭？为什么是这样敲敲敲？太暴力了吧！这样好像开不了哦。要帮忙。为什么惹我不行？等你吃一个辣的。哇！要请妈妈开。哇！哦哦哦哦！好，好的，这个呢，这个先收起来。那你要吃吗？那你要吃吗？呀，那你呢？你跟自己开开看，你会开这个布丁吗？你会开耶！哇，那个要吃啊，这个，哇，吃布丁耶，这个是益美的鸡蛋布丁，是全台最有良心工厂做的。布丁好吃吗？我吃太大口了啦，这样一下子就吃光光了耶。你看我。哦，哇塞，很大口哎。这小小口吃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太好吃了吧。这是益美的布丁哎。那你不是说吃饭饭吃不下了？因为我吃煎饼。啊，怎么还可以吃布丁？啊，好奇怪哦，你非常奇怪，啊，那个。